2823索取购买或售卖逆手车之详情。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年年方黑糖四蜜糕话你知。时间8:07，气温17度，相对湿度87%。Period 后饮年年方黑糖四蜜糕，调理好身体 ，M 同 E C 高。在世界杯来临之时，要做足最好的准备迎接。零食有，饮品有，酷笋有，国旗有啊！万事俱备，只欠 Now TV。冇 Now TV 又点迎接呢项盛事啊？李斯斯朗斯展浑身解数，但求达成宏愿。后起之秀尼玛、哈利简尼、麦巴比实力不容忽视。球场上各路英雄短兵相接，热血指数急速飙升。2月15日前申请 Now TV 指定推介之选，即享世界杯通行证，睇尽独家直播嘅64场世界杯赛事，电视、手机、电脑都有得点播。即打2888-1888申请啦！受条款及细则约束。Go！我是发再生创办人黄楚安，依家睇到好多人咧头发出嚟问题咧，越嚟越年轻化。点解咧？因为现时嘅人咧个生活嘅压力咧就好大，生活压力大咧令到头发咧出现问题嘅，啲毛囊咧就会收缩，影响到头发生长。第二嚟讲咧系油脂咧，由于佢紧张咧系分泌咧唔正常嘅。全部呢啲咁嘅问题嚟讲咧，如果早啲去处理咧，头发问题咧就可以解决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你都有关于头发嘅问题，即刻打嚟5668299发再。生护发专家会在再创新机节目入面一一同你解答，还会送出头皮检测同埋健发护理服务，即刻打嚟5566-8299啦！再创新机，发再生，令你自信翻晒嚟。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000元，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正好星期天，主持陈淑薇、罗辉。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人及个别被访者个人意见。早晨，早晨，早晨，早晨。过去两个星期咧，就新上任嘅律政司司长咧个楼宇嘅，到底有冇僭建问题咧？到底买嘅时候系几多钱买咧？等等问题咧，都引起咧社会广泛嘅关注。系咁啊，一来咧就系即系僭建问题咧，都系即系市民关注啦。咁二来亦都系涉及新上任嘅，尤其是系律政司司长呢个位啦。咁所以唔单止市民啦，立法会议员啦，咁都系非常之关注嘅。咁传媒亦都系啦。系咁，所以我哋咧就其实司长未上任之前已经传佢话佢会做司长，我哋已经要求可唔可以咧同司长做访问啦。咁跟住发生咗连串事件咧，就日日都追啦，终于追到今日咧，司长嚟到我哋呢度嘅。早晨，司长。早晨。我哋直播室里面咧就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嘅，欢迎司长嚟到。司长，我想即系都大家直接啲问你啊。嗱，你1月5日咧就系即系政府就宣布委任你出任呢个律政司司长啦。1月6日正式上任啦。咁上任以嚟两个星期，其实大家都对于你喺屯门嗰个住宅嗰个有僭建嘅事咧，大家都系非常之关注嘅。咁但系市民大众对于你，譬如话你一上任咗之后，喺星期六嗰一日啦，嚟宣誓之后下昼嚟出嚟讲，就话你个僭建嗰个屋嘅问题受，但大家都觉得你好似冇交代清楚嘅，普遍对于你当日嘅讲法系唔接受嘅。即使你后嚟即系隔咗几日，你又再即系解释一次啊，都觉得你话你冇做过内部结构啦，冇改动啦，但其实你又系呢个特许嘅工程师，你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咁你又做过呢个建筑物条例上诉审裁团嘅主席，咁照计你都处理过呢啲上诉，点解会唔知道自己间屋有僭建嘅咧？其实我买嗰个物业嘅时候咧，当阵时我同家人去睇嘅时候咧，就系现时嗰个状况，就是、连装修佢等等都做好咗。咁所以嗰阵时我哋买嘅时候咧，就系好中意呢间屋，咁所以我哋就好快咁样去决定去买。咁买咗之后咧就。的确咧就系冇留意到佢里边相关嘅事情，咁
我变咗咧，客观上咧，我系理解到市民咧睇见签咗嘅文件咧，可能会觉得我点解唔知道咧咁样样。咁但系实际个客观嘅情况，我系理解。但系我嗰阵时咧就实在系好忙，亦都冇留意到。咁于是乎咧，我就继续系搬咗入去住。咁但系点都好啦，我唔系话咁样样就系作为一个借口去讲俾市民知，的而且确呢个物业系我嘅，我系个物业嘅业主，屋里边嘅僭建同埋我冇去做检视或者去处理呢件事咧，我系要承担嘅责任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亦都好郑重咁样同市民系作一个郑重嘅道歉，系表示最近咧，因为呢一件事嘅带嚟嘅问题咧，我系表示好深切嘅一个致歉嘅。咁但系就都有啲朋友质疑啦，就话其实买卖合约咧都有即系33条系英文，但系只得一条系中文。中文里面咧就讲明咧就话，即系买方曾经被邀请检查物业，咁又话同意系接受现状，就唔会系借此嚟拒绝交易啦。咁呢个好明显，即系一般人睇到都会系一个即系防止踢契嘅条款，即系原因就系话个楼宇咧好大机会可能咧会有个即系僭建物啊，或者一啲系未必系合乎规例嘅一啲系建筑物嘅结构喺度啊。咁点解作为一个咁即系有资历嘅系大律师，咁会系都系唔遗意咧？正如我刚才所讲，我们家人看见好，也都很需要是尽快是有一个物业可以搬入去住，所以当时我们很喜欢这一栋这个物业，我们是从来都没想过要踢契这件事的，因为是喜欢这间屋，所以就也都是没有关注到这个条款的，也都是我都喺度，亦都再同市民再致歉，因为个物业系我嘅，咁我买咗翻嚟，有而家呢个问题咧，要处理嘅咧，咁我都系要向市民好表示系好深切嘅致歉嘅。系啊，但系你第一次出嚟解话嘅时候咧，回应传媒访问嘅时候，其实我哋即系个感觉，你喺度挤牙膏，挤牙膏，问你又讲啲，问你又讲啲，咁。即系买嗰阵系咁啊，你话工作好忙啊，你又冇改过内部嘅结构啊，又话政治敏感度唔足啊，点解唔可以一开始就老老实实讲清楚佢咧？其实当日我第一日上任，啱啱宣誓上任，咁我亦都系第一次做政治委任嘅官员，咁所以我喺呢啲处理嘅事情嘅时候咧，我系有啲可以做得更好嘅。咁我当时我就讲咗喺好短嘅时间同市民讲咗，即系买翻嚟嘅时候咧就系现状咁样样。咁所以嗰阵时我做得唔系咁好嘅时候咧，我希望经过呢件事咧，我吸取教训，咁就可以将来咧处理有关我工作上边嘅事嘅时候咧，我系可以做得更好。我即系容许我咁讲，我成日觉得咧，好多时咧，我哋啲官咧有咩事咧，就系好多辩解嘅，即系揾好多个理由，就总之唔关自己事。即系我哋希望啲官员咧系好人性化，系好即系实事求是讲嘢。我唔知点解，即系最近发生几件事，都个个理由话唔关我事，又关佢事咁啊。咁即系你往后点样可以令到市民觉得啊，你真系实事求是去做事咧？我希望市民呢俾我喺我做嘢上面，我工作上面呢能够证明我係可以升任呢个律政司司长呢个工作嘅。我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工作上面嘅表现呢嚟作出一个评价，而我係有信心会做好呢一个工作嘅。咁我哋希望你都往后即係可以证明到俾我哋睇啦。咁但係你呢个物业係08年嗰时买㗎嘛。咁08年嘅时候就啱啱开始9月中过廿几号就係、是、呢个雷曼事件啦。咁呢个雷曼事件跟住又金融海啸啦，跟住呢就股市大跌啦。咁你买楼个楼价呢，大家而家就质疑啦，嗰时都跌市喇喎，你2600万买嗰个楼，而对上一年07年嘅时候係1200几万喎，点解你肯即係多一倍嘅钱你都去买呢个楼呢？
我哋睇呢个物业嘅时候咧，我同我屋企人咧系喜欢呢个物业，好心仪呢个物业，因为佢已经系整好晒，系即系一个我哋叫 move in， 即系直接就可以搬入去嘅情况嗰度嘅。咁所以当阵时个价钱，我哋能够计过，能够承担得到咧，我哋都愿意去买呢一个楼。咁我去买嘅时候咧，就其实决定买嘅时候咧。就未曾聽見有雷曼呢件事嘅，雷曼件事係我決定咗買之後咧先至發生。咁但係因為我哋係愛嚟自住，由頭到尾都係預備自住，我哋屋企人搬入去嘅。咁所以我亦都冇諗過踢契，又冇諗過話我遲啲跌咗啦，咁我又點樣樣？因為我哋係自住用，咁所以咧我哋對個價錢，我哋願意承擔呢個價錢，願意付出呢個價錢去買我哋需要嘅同埋中意嘅一個樓宇咯。你都可能听到有啲质疑，就话你会唔会同呢个上手嘅业主有咩嘢关系啊？咁然后借住话抬高呢个嘅系即系购入嘅价钱去做按揭咧，然后即系套翻啲现金啊，咁样都有可能嘅。咁但系即系其实嘅事实系点咧？我系唔识呢一位前业主嘅，好似都系建筑师嚟嘅，系咪啊？我而家系啊，我谂系建筑师嚟嘅，但系我系本身我系之前我系唔识佢嘅，咁大家都系去即系买呢个物业咁样样嘅啫。嗱，因为咧你雷曼嗰件事咧就系2008年9月14日啊嘛，吓咁但系你跟住15日啊，16、17日全球嘅股市都跌啦，但系你签个约嗰阵时咧系9月24日，系你都仲签？因为我系需要一栋一个物业系搬入去，咁同埋我哋嗰阵时系真系好似我讲，我哋系中意呢个物业，咁所以咧我哋冇谂过踢契。嗰个楼市升定跌，如果系自住嘅话咧，其实系冇咩关系，佢升到几多跌到几多，我继续喺嗰度住，继续可以做埋个按揭嘅话，咁所以我系冇谂过踢契，咁所以亦都系签咗个约，亦都系购入咗呢个物业咯。咁但系你签嗰个约嘅时候咧，你话即系拎去银行做按揭啊，签约啊，咁你梗系会有个图积噶嘛？你个图积系同你而家你话你买嘅时已经系咁个图积，你系之前个图积，唔系而家个图积噶嘛？我图其实买楼嘅时候咧系冇图积呢一样嘢啦，咁但系你讲嗰个图积系指，即系话你一路买楼时冇讲到，即系冇话攞而家即系话你而家个你嘅现况拎去俾人睇。冇，因为嗰阵时我哋决定买嘅时候，我哋就即刻去买咗呢个物业，咁睇咗佢有晒装修，亦都系啱我哋用，我哋亦都中意，咁我哋就去买。咁所以正如我所讲，头先即系始终个物业我系业主，现在我哋知道有僭建啦。亦都知道咧，有呢、這个应该可能可以早啲去检视啊，等等咁样样。咁我当阵时系冇做到，亦都系冇提早去处理呢件事咧。我系要负上我自己应该要负嘅责任。咁嗱，头先阿辉哥都讲啦，即系社会上有人就话，哦，你咧就去做个即系按揭，咁你就即系大家都觉得你买贵咗啦。咁你做呢个案件嘅话，你会唔会系攞咗多啲钱啊？嚟到套现，或者系有啲人甚至乎质疑，你识嗰个上手业主，你俾翻啲钱去，或者你同佢有冇啲业务嘅来往啊？咁绝对冇啲咁嘅事，我系唔识嗰个业主啦。咁但系咧，就至于你话银行嗰个股价咧，我谂大家都知道，银行唔系睇我嗰个买价系几多，买卖价系几多去批佢嘅按揭，银行。是有佢自己，据我理解，佢哋有佢自己嘅一个股价去做一个评价，去决定系批几多按揭嘅，咁所以绝对冇呢件事。我哋啲行家都做咗好多功夫去做呢个资料搜集啦，咁有啲嘅讲法就提到就话个转让楼契同埋个按揭文件咧就冇描述到咧话嗰个即系住宅或者建筑物里边咧有个地库喺度嘅，咁但系作为业主就或者系买家应该系即系如实去申报啦，咁。中间点解会系又系唔为意咁样漏咗定系点样咧？当阵时买个物业嘅时候，我自己好多时间嗰一年，我好多时间都系唔喺香港啊，等等。咁但系咧，买嘅时候唔为意，但系呢个唔系我想用嚟一个借口，因为始终嗰个物业我系业主。
咁如果嗰个物业有僭建嘅话咧，一定系要我去处理，我去承担嗰个责任嘅。咁所以呢一度嚟讲嘅话系我系可以做得好啲。咁但系我希望大家就再一次接受我嗰个道歉。嗱，有啲人又怀疑话，佢话咧，其实你买呢个楼咧，就嗰个上手业主咧。其实是早一年2007年买的，咁跟住卖俾你啦，中间咧即系多咗啲嘢出嚟，临成交即系之前两个月咧，就可能系因为佢哋睇嗰啲空中嗰啲图啦，咁就话嗰时佢咧就加咗啲嘢落去啦，加咗啲建筑物落去啦，咁然后卖俾系佢特登做咗俾你嘅，因此而你系即系可能愿意高啲价咁样买入，咁会唔会有啲咁嘅事？绝对冇呢啲咁嘅事。绝对冇呢啲咁嘅事。我买嘅时候，我去睇嗰个物业嘅时期，我哋睇见系个现状，就系而家嘅现状。咁所以我哋喜欢呢个物业，所以我哋就系用呢个价钱去买。咁你系嗱，你头先讲话你系雷曼之前就去睇楼啊，落洗顶啦。咁嗰阵时系即系几时啊？我唔实际嗰个日子我要查翻，但系其实咧喺因为我系。即係記得嗰個價錢當然係高，咁亦都係簽完之後即係落咗訂之後咧，就先至見到佢嗰、那個雷曼嘅新聞嗰度報嘅。咁但係我所講，我哋唔係預備踢契，我又唔係愛嚟炒樓，我只係買嚟自住。咁所以佢個雷曼事件，佢對個樓市嗰個影響咧，對我哋唔係最大嘅一個關注。我哋屋企只係希望可以盡快搬入去。你買樓用咗幾耐時間做呢個決定咧？即係買呢個物業？詳細唔記得，但係係好快嘅，因為當陣時我哋係見到好中意，所以我哋都頗快咁就作出呢個決定嘅。之後一路都住喺嗰度，一路都住喺嗰度。你唔使裝修㗎？唔使装修，我整好晒俾你噶，整好晒。所以点解我哋系愿意用呢个价钱，同埋亦都愿意买，因为全部已经系有装修咁样去买。嗱，你之前咧就系即系第一日上任见咗记者，跟住隔咗几日啦，好似星期跟住落嚟嘅星期三咧，你就系、是、都坐定定喺度接受记者问啦。当时你就讲系自己警觉性唔够啊，即系政治又唔够敏感啊。但是我哋而家系你系要做呢个问责嘅官员，特别系做律政司司长呢司长嘅位啊。咁大家会觉得，如果你又唔够警觉性啊，政治敏感度又唔高啊，又开始即系大家怀疑你嘅质疑诚信啦、啊。咁你点样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叫我哋信任你可以做司长咧？我去应承去担任呢个司长嘅时候咧，我系希望将我嘅法律嘅专业知识，同埋我处理分歧嘅一啲经验，因为我做咗主要好多呢啲处理分歧嘅经验，同埋用法律作为一个依归咧，系希望将作为司长嘅工作系做好嘅。咁政治敏感度唔足咧，这个我系承认嘅。咁我希望咧，经过呢件事咧，我会吸取到教训，将我嘅工作做得系会更好。咁我亦都希望咧，可以从我工作、我未来嘅工作同埋我未来嘅表现嗰度咧，系等市民可以睇到我系会做好我呢一个工作嘅。其实有关僭建问题咧，过去即系2012年嗰时咧，都系有一段时间咧，即系闹得即系沸沸扬扬咁样，即系好多官员啊，好多名人啊，咁都即系涉及到僭建噶啦。咁当时你有冇谂过下话，自己住嘅地方会唔会都有啲僭建啊？当阵时因为搬咗入去，亦都冇特别去关注到呢一个问题，咁所以嗰阵时咧就冇去留意嘅。咁但系作为业主嘅话，我都系始终系要承担相关嘅责任。又上任到而家两个星期啦，嗯，两个星期咧，其实大家问嚟问去都系，你个僭建啊，点解你会唔知啊？因为你系专业人士啊，跟住你又买得咁贵啊，到底中间有冇有啲咩？我容许我俗啲啊，有啲咩警棍啊咁样样，咁大家都即系好多呢啲质疑啊。我相信你面对压力都好大，你有冇一刻谂过，早知系咁唔做啦，甚至乎辞职啦，唔好做啦，冇。因为我应承做司长的时候，我是真的想得很清楚的，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但是我愿意摆低晒我自己的私人业务，愿意将我其他所有的工作摆低，因为我很希望将我在做职业上面的工作的经验呢，
是可以贡献返俾香港。我希望通过我喺处理好多分歧嘅经验上面，无论喺仲裁呀、调解呀等等、谈判啊等等，是希望将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是我们维护我们香港的法治基本法呢是做到最好。希望可以等到香港的有一些法律界或者市民就着一些问题的意见呢，可以如实这样解释，令到中央那边是明白我们香港那个看法。咁從而咧，係能夠可以作為一個好好嘅一個溝通嘅渠道咧，令到我哋係香港個一國兩制咧，係可以全面咁樣去落實嘅。嗱，仲有一個問題想問咧，就係我哋知道咧，凡係做政府官員都要接受呢個品格審查嘅，司長當然亦都唔例外嘅。咁喺接受品格審查嘅時候，相關同你做呢一個品格審查嘅人士，有冇問過你屋企有冇僭建㗎咁？品格审查呢个呢，就我諗大家都记得特首都提过呢、這个我哋系唔会去作评论嘅，咁我亦都唔会就呢一点呢系作出任何嘅评论。真系唔讲得。真系。咁我哋质疑你到底系点样答人喎、因为呢个我系一定要有作为我自己嘅，即系一个政府整体嘅一个制度。咁但我都希望喺呢度亦都讲一点呢，就系、是、其实香港政府同埋成个律政司成个政府都系有一个完整嘅制度嘅。咁所以嗰个制度呢，我哋自己要有信心系个制度系可以做到佢应该要做嘅嘢。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又做过发展局长呢，当年佢都好大力去打僭建嘅。咁佢有冇私下喂我而家请你做律政司司长啊，未知先。你屋企有冇僭建噶？佢有冇咁问过你？我同阿特首嘅谈话，尤其是涉及佢关于佢组佢嘅团队嗰啲说话咧，我系唔会喺呢处讲嘅。定系特首都唔记得问你啊？no, 我对唔住，因为呢个系我同佢嘅说话，关于最早团队，咁我亦都非常尊重佢，一向都系咁样嘅睇法，我亦都系会同佢一样嘅。好啊，我哋咧就先听呢一个咧就八点半嘅新闻之后，继续翻嚟咧就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系讨论佢而家面对嘅问题。正好星期天。Honey， 咁大件货点送啊？嗱，实赶唔切啦。嗱，你拿完未啫？嗱。有叻唔切，我想提你嗱嗱声揾 La La Move 啊！极速 call 车，立即下载 La La Move 手机 app， 无论电单车、van 仔定蹲车，都极速 call 到 La La Move 送嘢嗱嗱声，一个钟内乜都送到手。有学有赚，可以两者兼得。DTC 即学计划有机电、汽车、零售等行业选择，一边翻学一边翻工，得到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同稳定收入，建立自信。这个计划配合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源发展，将我们培育成为专业人才。无论继续进修定是投身工作，都有理想前景。 PTC 即学计划详情请浏览 ptc.edu.hk。 八点半， Volvo Ocean Race 帆船嘉年华首度抵港，现在到31号来启德跑道公园体验不同娱乐节目，免费入场的。雷霆881新闻报道。各位早晨，而家由许奕迅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本台节目回应屯门住宅僭建事件两度致歉，他解释在买入物业的时候同家人去睇楼，物业已经是现实的状况，连同装修已经做好，家人好鍾意，好快就决定购买，当时冇留意有关僭建的事，客观上理解市民见到文件之后会质疑点解唔知道，但当时实在好忙冇留意，并强调并非以此为借口，强调自己冇去检视，需要承担责任，要向市民郑重道歉。对于被质疑以挤牙膏式回应僭建问题，郑若骅话自己第一次做政治委任官员，承认当时做得不好，经过这件事会吸取教训，将来在处理工作的上的事会处理得更好，希望市民给他在工作表现上证明可以升任律政司司长的工作，有信心自己可以升任这份工。
对于被质疑以不合理的高价买入物业，郑若骅说自己不认识原业主，购买物业之前没有听过雷曼事件，落定之后才知道雷曼事件。他说自己由头到尾都打算自住，不是为了炒楼，认为楼市波动不会影响自己买楼，自己亦都没有打算过踢契，所以没有关注到买卖合约中写明接受现状，又重新在买物业时很多时间都不在香港。香港马拉松赛朝早举行，全马比赛在早上6:10左右起步，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主持起步礼。不少跑手都说今日的天气比较湿，会小心调节呼吸，希望尽力跑完全程。10公里赛由东区走廊起步，有选手一起步就跌倒受伤，亦有多人怀疑抽筋，当场接受治理。率先完成的10公里赛男女子壮年组冠军由本港的三项铁人赛选手包办，其中第五年参赛21岁的郑宇亨在男子组夺冠之后说对首名冲线感到意外，亦创造自己最佳时间。女子组冠军蔡欣妍第四年参赛，她说对夺冠感到兴奋。10公里轮椅挑战赛冠军是首次参加的李浩飞，时间是32分47秒，他说自己本身不是全职的残疾田径运动员，参赛是想挑战自己。至于半马比赛由内地跑手李春辉和邝晓凡包办男女子组的冠军。这节新闻报道完。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能见度较低，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7%。如果我哋撞到野豬點算？見到野豬驚唔驚咧？嗱，好老實咁講，驚乜唔驚啊？其實唔使驚嘅。點解咧？行得快好世界啊！個人經驗啦，野豬咧佢脾氣係比較臭，咁所以咧一見到人嘅時間咧佢會驚嘅。佢所有襲擊嘅行為咧，都係佢驚嘅情況底下咧，佢亂咁走。其實佢冇意識話佢襲擊。有時候都好似無定向咁嘅。係啦，但係咪佢個鼻好硬嘅咧？佢唔係個鼻好硬，而係佢哋個頭骨係比較硬嘅，所以佢撞擊力咧就好大。當你見到佢嘅時間咧，其實你個動作唔好大，好似平時真係見到狗一樣，見到任何野生動物都一樣。因為野生動物對於見到人對眼咧，其實佢哋驚。咁咪望定唔望咧？望住佢，望住佢，慢慢過喺佢身邊咁，好若無其事咁過得噶啦。苏丝网大反派，雷霆881讲香港人话。新一年乜嘢都要新，咁先好意头。新装修、新家私、新设计，全部都要新。咁搵边间好啊？仲使问嘅，梗系咪 Justic Design 皇室设计啦？佢哋有超过30年丰富经验，包办订造家私、全屋装修同设计，最重要系够专业。点搵佢哋啊？去北角道10号 Majestic 实体店啦。扬帆启航，乘风破浪。为祝贺东风汽车再次出征环球帆船赛，并首度停靠香港，东泰汽车除了发布东风16吨欧陆车型之外，仲有机会在1月27号至29号来启德邮轮码头，一起近距离接触东风号这只顶级赛事的帆船。即刻致电东泰汽车81029338 81029338预约体验啦，伴你同行，东风商用车。你已经被包围了，停车即时开油箱盖。中石化油站网络 3.0 已经包围全港啦。最近喺西贡井栏树又开多间网络沿线，入油自然更方便。入 Sino X Power 中石化超级汽油，每升最高仲有3.0元折扣。中国石化 ，Pay less, drive further。优惠受条款约束。内外健美杏林茶，胶原蛋白究竟知唔知系乜嘢嚟嘅咧？就系嗰啲蛋白咯，黏黏地咁嗰啲嘢咯。咁但系骨胶原即系呢一个构造，其实蛋白质嚟噶啦。其实我哋人体里边总量里边占咗30%-40%嘅骨络啊，或者筋腱嗰啲地方咧，其实都有。当然皮肤都有啦。咁喺皮肤嗰度，点解成日都讲到佢同即系一啲显示你嘅年龄上面有关呢？其实咧，因为年轻啲嘅肌肤咧，喺表皮嗰度咧，咁就会有啲弹性蛋白啦，同埋骨胶原就好似钢筋支架咁样，会令到呢啲皮
皮肤有一定嘅支撑力。如果年纪一路越嚟越大，流失呢啲骨胶原嘅话咧，钢架咧就开始变形。撑唔起咧，你就好简单啫，你就开始见到咧，好受最大嘅敌人地心吸力影响。Doctor Tim、阮子健、洪舒怡、杏林茶、雷霆八八一讲香港人话。正好星期天，主持陈淑薇、罗辉。早晨，早晨，早晨，早晨。直播室里面继续，我哋嘉宾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嘅。早晨，司长。早晨，司长。嗱，司长头先咧就即系曾经问过你话，行政长官邀请你出任司长嘅时候咧，有冇话提你你要留意僭建问题？你话同特首嘅对话咧就唔会讲俾我哋听，叫我哋信个制度。咁信个乜嘢制度咧？譬如喺我哋成个政府或者甚至乎最重要喺律政司嗰度呢，我哋有一个系防止利益冲突嘅制度。咁即系话呢，如果涉及到我嘅任何事干，系政府需要攞法律意见或者刑事检控专员要做任何嘢嘅话呢，呢、這个呢都唔会嚟到我嗰度嘅。咁所以呢系清晰咁样将涉及到我嘅事呢系交咗俾其他人去处理。嗱，司长你即系之前咧都一路讲话，即系自己遗留咗一啲呢啲嘅，即系可能僭建嘅等等嘅原因咧，就系话好忙啦。咁其实司长你之前嘅工作系实在有几忙咧？其实香港所有人都好忙嘅，呢、這个我明白嘅。咁但系嗰年嚟讲，我特别系更多嘢嘅原因，因为2008年咧，我啱啱系特许仲裁师学会嘅全球嘅主席，咁当年咧，我系需要不断咁飞去世界各地嗰度去推广特许仲裁师学会嘅业务，同埋亦都系推广仲裁，咁所以当年我系飞得系好犀利嘅，咁其他嘅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公职啊，同埋当然亦都有自己嘅私人执业，咁所以几样嘢夹埋咧，我当年嗰个情况就系咁样样。咁但我都希望大家即系唔好认为我系又用好忙咁样嚟去作一个解释或者作一个推搪，因为的而且确而家嗰个物业大家都知道是我，亦都知道有呢个僭建嘅问题。我亦都屋宇署嗰边系去进行紧有关嘅工作，系开始去做修复嘅工作。咁正如我头先所讲，屋宇这个物业，我系业主，我系需要承担相关嘅责任嘅。咁所以呢个咧，我系知道嘅，亦都正正我头先所讲，希望咧就大家明白，我亦都希望大家系俾个机会我喺呢处咧就再次同大家致歉，亦都俾一个机会咧我咧系可以将我律政司嘅工作咧系做好，因为未来香港要处理或者要面对嘅挑战咧其实有好多嘅，一地两检啊。国歌法啊等等呢啲都系香港而家好关注嘅一啲问题，咁所以我希望咧系可以将呢啲其他嘅业务咧工作上边嘅事情咧更加系做好。呢样嘢都要问司长啦，因为原本立法会嘅系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咧，就系叫司长你去啦，咁但系佢话邀请你听日上去系啦，咁就然后司长就话要预备多啲资料啦，咁但系就即系俾人质疑点解今日嚟咗电台啦，咁当然我哋亦都解释咗，我哋系一开始司长未上任已经要求邀请司长，但系即系你可以选择今日唔嚟，系你冇时间，你又听日去立法会，咁点解你听日唔去立法会？今日嚟咗又可以听日再去立法会。因为司法同埋法律事务委员会呢个委员会呢，我哋其实喺沟通上面呢本来係讲好咗我2月26号嗰个会呢，我会係上去讲我嗰个工作计划嘅。咁我点解係需要一啲时间去处理个工作计划呢？因为我唔希望就係我自己觉得要做咩就做咩嘢。咁我係希望喺譬如大律师公会啱啱选咗啦，咁我希望呢就住律政司嘅工作计划，或者佢哋关注一啲法律问题，譬如佢哋一地两检有一啲我想直接同佢哋理解下佢哋嘅
观点啊等等咧，系有一个初步嘅理解。咁我喺我嘅工作计划上边咧就做得更好。咁除咗大律师公会啱啱选之外，当然律师会我都要同佢哋嘅委员要见下啦。有一啲喺立法会里边嘅法律嘅工作嘅，当然我要逐步去做。咁啊，法律工作嘅啲法律从业员啊、律师啊，咁我都希望可以见一见咧。我已经亦都逐步系邀请咗。咁我琴日亦都再希望系可以尽快，我可以见到，尤其是两个工会同埋一啲立法会嘅议员。咁假若我系能够早啲见到，我能够早啲完成到我工作计划嗰个报告嘅咧，我就可以系当然要睇主席同埋副主席等等佢哋点样睇啦，可能可以喺提早啲咧，系去同佢哋介绍我工作计划嘅。咁呢个介绍工作计划嘅时期咧，其实主要系讲呢一样嘢，咁就其实同唔系话上去讲僭建咁样样，咁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到嗰个情况，其实系本来二月，咁但系唔知点解出咗呢一个咁嘅误会，咁但系假若我能够早啲系做好个工作计划咧，我都系会subject to 即系主席同埋副主席咧，我可以系早少少上去。嗱，但系因为咁样样而引起咗咧，就立法会议员觉得你唔尊重佢，亦都委员会嘅主席梁美芬就话：，你错过啲黄金机会，去解释啦。咁跟住又话：，咁你即系行政立法关系又话想搞好，而家搞唔好啦。咁你自己点去修补呢啲？即系大家，我都要播下梁美芬先，即系嚟到呢度都系一个面对公众、面对我哋嘅听众嘅。我首先就即系同大家解释咧，绝对冇唔尊重立法会议员嘅工作，佢哋系民选出嚟嘅，我点会唔尊重佢哋？我系一定系会听佢哋意见，亦都会同佢哋沟通嘅。咁至于行政同立法嘅关系，亦都唔应该系受到我今次嘅决定影响，因为其实我今次希望咧通过呢个大气电波咧，同市民亦都介绍一下。我因为我上任呢两个礼拜之内咧，都未有机会系坐低同大家去倾下一啲事情。咁所以今次有呢个机会咧，我都好多谢商台俾一个咁嘅机会，我可以嚟同大家去沟通一下。咁所以行政立法嗰个关系系唔应该系，亦都我唔希望系受到有任何嘅破坏嘅呢啲咁嘅说法。咁我希望大家体谅，可能或者喺个误会上边，以为一月去上去啊等等，呢度有啲沟通上边嘅问题啦吓。嗱，你头先咧都强调话，即系你上任之后，你未来嘅日子，首先就要处理呢个一地两检啦、国歌法啦。但一地两检事实上喺香港社会里边，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些亦都很担心，特别是即所谓三步走呢，第二步呢就去到这个人大啊，里面就即话好啦，你要求我啦，我而家呢就话俾你听，你可以咁啦，咁然后呢到底用基本法嘅18条、20条、几多条，有好多争议，你自己点睇呢个一地两检问题？我想市民其中一个好关注，或者法律界其中一个好关注的啦，即正正我都想话，我点解我想系见佢哋先至完成我工作嘅报告啦，嘅计划啦。因为其中一个我相信佢哋好关注嘅就系，当香港自己立法，即走第三步嘅时期，会唔会就香港嘅法院唔能够去审核我哋呢一个香港嘅条例呢？咁呢个呢其实係嗰、个审核权呢，即係有冇违反基本法呢？其实我自己认为呢，法院呢係仍然有呢个权喺度嘅。咁所以去对审核有冇违反基本法嘅时候呢，佢可以去睇。咁当然去立法嘅时候，大家会通过一个沟通去理解到究竟係点样样去做而唔违反基本法。咁呢个市民关注、法律界关注，我都好关注，我唔想我哋有任何呢一啲嘅问题出现。咁至于嗰、那个三步走嘅头嗰两步呢已经走咗啦。咁有人对呢个决定有一啲睇法。咁因为而家亦都系进入咗一个司法程序，我亦都唔方便喺医术详细讲。咁但系市民，我諗社会要知道呢，喺我哋立法之后呢，立法之后嗰个点样去操作嘅时候呢，即系点会唔会有违反基本法呢？我自己嘅睇法呢，
法院是有权受理的。咁最终点样判呢，咁就要睇下佢嗰个挑战嗰个具体嘅内容我哋先知道。咁所以我諗呢一点我想借呢个机会去澄清。咁但係我亦都想强调呢，一地两检呢唔係一个单纯一个法律问题。呢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嘅民生问题。我自己未入嚟做呢、这个未入嚟政府个时期，我亦都喺出边亦都听到好多朋友都话，我哋需要呢一个一地两检，因为我哋需要呢、这、一个呢一、这个交通嘅便捷。亦都政府我相信亦都收到好多嘅市民嘅意见咧，希望系呢、这个通车嘅时间系会要尽快嘅。咁所以亦都因为咁咧，我哋希望系尽快系可以将呢个一地两检嘅法律咧系落实咗。咁希望可以市民能够系可以用到呢、这个高铁嘅。即系你信一地两检而家系有呢一个法律基础嘅？我觉得佢而家。我的睇法是佢有法律基础嘅，应该是可以做到唔违反基本法嘅。但是我都讲，我是需要听，因为有阵时我是需要直接同唔同意见嘅人沟通。咁呢个亦都其实又系我希望用到我经验，我自己私人执业嘅经验去处理、去整理、去磨合啲分歧嘅经验咧，系可以揾到一个法律正确嘅一个方法去立法。第三步嗰个，你觉得即系为咗而家评估个最大困难会喺边度咧？我谂系，我觉得系要令到市民同埋法律界啦，当然系明白嗰个法律基础系点样样。咁所以我希望通过呢个沟通啦，即系当然唔系一次见一次讲个工作计划就可以讲完嘅，工作计划只系一个大纲。咁希望咧可以有一啲沟通嘅渠道，令到理解先理解佢哋嗰个关注嘅地方。因为有阵时始终喺个媒体嗰处报道嘅时候，同直接同关注嗰个人士倾咧，系我唔系话媒体个报道得唔清楚，但有阵时比较讨论得咧系可以深入一啲。咁所以我希望系通过一个沟通咧，我知道个关注嘅情况咧，我哋希望可以咁样样喺个立法嘅程序咧系去妥善咁样完成佢。咁当然啦，面对面嘅沟通咧，总过喺呢个空气中交流嘅，因为空气中交流咧，又睇唔到面部表情咧，又即系冇得再我哋所谓再追问你啦咁样。咁但系都要问嘅咧，就系话嗱，特首咧就喺呢一个答问大会里边咧，就突然间话其实咧批准你上任之前有六宗呢个未完成嘅仲裁批准俾你做。咁呢个批准俾你做咧，后嚟咧就即系政府其实都唔系只此一次，以前都试过啦。咁但系试过啲乜，你又冇讲到嘅吓。咁点解即系阿特首咪同你好老友，所以咧就批准你做六宗未做完嘅仲裁然后你又系即系清华大学都仲有一啲课程要教书嘅咁样咁市民都会话点解咁特别嘅唔可以迟啲先去翻工嘅咩？一定要咁即刻咁样做埋嗰六样嘢先翻工咯。咁仲有。你嗰六件仲裁，虽然特首都话绝对冇利益冲突嘅，又唔系即系政府同政府嗰啲嘅，咁又唔可以讲得系乜嘢噶？咁点可以令到市民信？又冇利益冲突啦，又会理解到点解你咁急上任？上任嘅时间，我谂有好多原因啦，其中一个就当然系袁司长都要离职啦，咁佢有私人理由，咁我哋亦都希望咧尽快可以有一个司长系可以做到呢个工作。咁至于我嘅手头上边嘅情况咧就咁嘅。其实我喺上任即系喺宣布当日咧，我已经将我好多其他嘅仲裁嘅案件咧，我已经辞咗噶啦，即系我已经 resign 咗嘅作为仲裁员。咁但系点解呢六宗我系需要亦都获得特首嘅批准咧？因为呢六宗咧都系接近一个完结嘅情况。有两宗咧就系、涉及到有一啲决定我哋系要做，而呢啲决定咧系已经系要听完人哋结案陈词，关于呢个决定亦都讲咗。咁我哋亦都仲裁庭亦都考虑咗。咁只不过咧喺程序上边，我哋要将我哋嘅决定要写落嚟，咁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另外仲有四个嘅系
是开完，我哋叫开完庭，开完个实体庭，即是话听完晒证据，亦都唔系开咗一日嘅庭，系好多日嘅庭，听完晒证据，而双方亦都就住呢件案呢系提出咗相关嘅结案陈词，仲裁庭亦都系有相关嘅讨论，咁当然详情我唔可以讲啦。咁所以呢，如果喺呢一个时间，因为我接受这个任命而要将我应该要完成写这个裁决的工作，是即是写这个决定，这个最终的判，怎样判这个工作，就这样劈低呢，其实呢在对当事人来讲，两边当事人来讲呢是很不公平的。在金钱和时间上面，他们可能有需要呢又要重新来过。那重新来过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不公平的情况会出现，因为啊，我知道你这样拗，那我下次又改变第二个方法拗，这样等等等等。那所以当时我就为了这点呢，我也都向特首呢是希望他批准我完成这几件事的。咁其实再諗嘅话呢，唔係单係话呢个当事人嘅利益或者佢哋嘅需求。其实我亦都考虑到呢，如果假如我哋香港其中我哋一个 policy， 我哋一个政策就係要推广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法律同埋争端解决嘅中心。咁如果香港一位仲裁员因为要担任一个公职，他就可以不理所有的仲裁案件就这样劈低他的话，其实对香港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无论在公在私，我都觉得呢是需要向特首申请，特首亦都理解到那个原因，亦都批准了。在个时间我将会需要的时间上面呢，其实亦都是唔係太多，但当然亦都要时间啦，我唔係话我眯埋隻眼就去判决嘅，因为我都係有个责任去完成嘅。咁但係我自己衡量过嗰个时间方面呢，我係比较容易掌握，因为唔係话太多嘅时间。咁所以我希望就市民明白到，咁呢个亦都冇利益冲突嘅问题，因为冇涉及到香港政府。咁有冇涉及到香港任何嘅财团啦，相关人士啊，係香港嘅公司啊咁。我又唔可以过分去讲，因为呢仲裁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点呢就係保密嘅。咁所以我唔想喺一个大气电波嗰度，因为我諗有部分嘅律师可能都有机会听緊。咁我亦都有一个责任係保密，咁所以我亦都唔能够透露。但我亦都出咗信俾相关，当特首批准嘅时候，我亦都出咗信俾佢哋，话俾佢知当万一真係涉及香港政府，当唔知会有咩事件发生涉及香港政府或者涉及律政司嘅话呢，我係要即时离职，即时即离开，对唔住唔係离职，係即时辞去仲裁员嗰个工作，因为一定係律政司嘅工作係我首要嘅任务。咁所以我亦都係其实通知咗相关嘅 parties 㗎啦。咁至于嗰个教书嗰度呢，我亦都即係简单讲一讲啦。咁因为其实大家对中国嘅法律嘅发展呢都有关注，咁有啲人就觉得佢其实可能发展得唔係咁好，有好多意见。咁我就自己一向呢，我係比较用一个积极嘅态度，就唔係话去淨係去闹佢哋。我希望呢通过我自己嘅经验呢亦都去教佢哋。咁所以我係喺清华就教咗好多年呢，就希望係将我哋嘅经验，香港同埋国际对法律嘅经验呢可以俾佢哋睇。咁因为就职嘅时间，任职嘅时间係比较短，咁我亦都安排咗係要教嘅。咁所以我已经将嗰个时间减到最少。咁所涉及嘅呢都係三个 weekend， 三个周末。咁所以我係用我自己私人嘅时间，亦都冇任何报酬。咁样希望係可以完成我应承咗，即今个学年应承咗我要教嘅嘢。咁我亦都有其他嘅人会帮手我去补埋本来都是我教的其他嘢，咁但是希望大家理解，即呢个唔系话为咗我自己嘅任何嘅意愿，而系希望系完成埋我承担咗嘅一啲责任。所以咪大家话你哎呀袁司长留耐少少咪得咯，特首去哎呀，咁就唔使引起而家有咁多嘅怀疑咯。
我好难去讲，我相信佢哋有佢自己嘅原因。咁既然我唔想因为挨唔挨到而去讲话有咁嘅问题，的而且确我系知道我系要一月六号上任，咁系我承担咗应承咗一月六号上任，咁系有呢个批准，我会完成佢，我会作为仲裁员，作为我喺清华嘅教书嘅工作，我会完成佢。咁但系就唔会影响到我作为律政司嘅工作，我仍然全心全力，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咁样去完成我呢个律政司嘅工作嘅。我希望大家对我有信心。都想问你，我相信你唔止一个物业嘅，我相信你唔止而家你住紧嗰个嘅系嘛？因为我哋你同好多资深大律师一样啫，有好多物业噶嘛。咁你而家有冇睇到你其他物业有冇呢个僭建问题啊？我其实已经有认可人士咧去睇过晒我其他嗰啲物业，咁要做嘅嘢，佢哋亦都跟进紧噶啦。咁你哋你而家呢个大宅咧？而家嗰个屯门呢一个物业咧，屋宇署已经批准咗有部分嘅工程可以开，咁亦都系搭晒棚啊，预备开工噶啦。应该系开咗少少工噶，即系我具体实际个时间，我因为留咗俾认可人士，我唔想俾咗一啲唔系太准确嘅资料。咁但系我好清晰俾我认可人士，咁我相信佢亦都好清晰系执行紧嘅，就系会尽快配合同埋完全配合屋宇署嘅要求咧，系尽快将呢个修复嘅工程咧系尽快做好。咁希望将呢件事尽快妥善处理。咁希望咧就我可以将我嘅所有嘅时间更加专注喺我嘅工作上边。即系话你叫啲认可人士睇完之后系啊系啦系啦，确实你系有多处地方系僭建啦。咁然后你佢哋都要入个职俾屋宇署，屋宇署批完之后先至可以开工，系咪噶？系啊，佢而家系有一个程序，即系要话我点样修复。咁屋宇署就据我知道有一部大部分啦，就已经系批准咗，咁所以佢哋又有啲程序要签一啲纸，咁佢就可以开工做噶啦。咁呢啲全部都做紧噶啦。咁详细就我唔想讲错有啲咩步骤咁样去讲，咁认可人士喺度跟进紧噶啦。其实我哋即系广东话或者咩都话，落笔打三更啊！咁呢个礼拜咧，就即系大家对你好多质疑，包括即系有冇能力啊，有冇诚信啊咩？咁你其实自己有冇？都怯怯地咧，即系有冇信心你真系可以处理到未来？即系其实好多争议嘅问题，包括一地两检，包括呢、国歌法啦咁样。我系有嘅，我系绝对有信心嘅。我知道我应承做呢一个职位嘅时候，我知道呢一个系一个好艰巨嘅工作。我亦都理解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法律意见就住你头先讲，或者仲有其他嘅问题。咁但系我都系抱住一个信念，我希望可以。摆低晒我自己嘅私人嘅嘢，摆低晒我自己嘅私人执业，系全心全力咁样投翻嘅时间系喺香港嗰、那个政府嗰度，系做好呢个律政司嘅工作，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完成我呢个工作嘅。但系呢两个礼拜中间有冇任何时间觉得有少少后悔啊咁样？冇，我知道系艰巨嘅，这个工作我应承做的话，我是会做，我亦都有信心做好。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即係将呢件事尽快咁样妥善咁样处理好之后呢，我就可以再将个关注点呢，係全心全力再加啲力嘅去做返我律政司个工作嘅。时间够啦，多谢司长今日嚟我哋度，希望你呢喺好快好快呢就去立法会呢，就即係同佢哋即係讲清楚，亦都接受佢哋嘅质询。多谢晒，多谢先生，多谢。Toyota 全新